接着陈宇勋现在要上来了。那陈宇勋其实今年真回忆的一年啊，遇到很多的一个状况，但也很重。人就是要成长啊，对对，那你看今年他的这个成绩真的没话说啊，而且破了这个联盟的救援记录，我们说最难得的音乐品啊等等，但是你说能够有这么真的值得大家给予宇勋角色对换对掉哈，对掉之后就宇勋条件才行，所以陈宇勋也是并没有说特别鞠躬，他也都是先感谢球队啊，就是让他有很多的机会，先是有这个朱俊祥在，又是因为你刚刚讲这些封的还蛮多的，以后干脆帮球迷帮我们团队取个封员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不要了，不要封员。